穿黄色上衣的女子光着双脚放在餐桌上，看起来毫不惬意。但这里根本不是女子家的客厅，而是大陆江苏一间人来人往的星巴克。在公共场合让小孩这样吃，你说你合适吗？你看你这样。对，夸张行径引来其他顾客不满，没想到上前劝阻，竟然还被对方吐口水，超狂的 OK 行径让人傻眼。就是说那女的有不文明行为，吵架什么的，现在那个都过来了呀。现在都在这边还没说好。而在大陆一班兰州开往敦煌的列车上，也出现一名 OK， 因为想占用餐车座位遭到拦阻，竟当场多次掌掴女乘务员。能不能坐？啊？能不能坐？起来。能不能坐？坐！你们干嘛？打完人，男子嚣张离开，暴力行径让人看不下去。经过调查发现，影片中施暴的男子其实就是兰州铁路局的职工，目前已经被警方拘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